现在的刁民太多了，也就是你们这个新闻媒体，也就是资深的他们这个，我不跟你说。你这在怎么？你在胡说八道吗？你这说的什么话？你对你说的话负责任吗？这位工作人员，你作为一个镇政府的工作人员，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一系列的话，你能负起责任吗？你简直就是在胡说八道！什么叫我们作为新闻媒体？我这是哪儿？你知道吗？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组，这是一个主流媒体。从我刚开始跟你沟通，你作为一个镇政府的这个工作人员呢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。你知道你这个电话是备案在这个12345，你们作为万城镇的这个农村土地确权，你是作为回应人，你相当于是个新闻发言人，你明白吗？你知道你身上的这个责任和担子吗？怎么是这样来说话？抖音